弟们，兄弟们，晚上好呀。哼哼，今天其实一点儿不辛苦，今天做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今天反省过了，已经。不辛苦，你们看公演辛苦啦。谢谢雨欣宝宝的秋天的奶茶。那个蝶语的衣服怎么会这么显胖？我就而且那个蝶语吧，我镜头啊不知道看哪里，这么快完了。是啊，张冉冉的也放在那边，已经给他了，然后。现在给大家反省一下我今天干的坏事情。首先呢，我今天在命运的翻的时候，第一面副歌站错了位置，然后慢慢的移过去了。然后在心目定定的时候呢，在第二段主歌部分我又忘记了动作。第三呢，我在谢谢 BOYCE 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小白菜的秋天的奶茶。小鱼说他不休息了，不直播了，他说有点晚。谢谢小白菜的秋天奶茶。然后说到那个第三就是，对，我今天站位，命运之帆是嗨，命运之帆是站位站错了，心目的地是忘记动作了，蝶语的时候是没有看镜头，嘴型又有一点没有对上。然后冬日的时候呢，也是站错了，然后奇境前辈把我拉回来了，所以对不起了大家，对不起大家，我今天一塌糊涂。我现在已经反省过了，我看过了，就是可能屏幕超威们没有怎么发现嘛，可能没拍到，但是现场的朋友们，现场的大家们应该能看见我每一个。都没有做好，对不起了，我会更加努力，抱歉。MC 太紧张了，战区的大家我有被害羞到。对，有一句分词结束，我又举起了话筒，因为我那时候忘记了我怎么做什么动作。没有哭啊，我只是眼睛发光光啊，我没有哭啊。你们确实有把我吓到，你们那三个头叠在一起太好笑了。我今天确实失误蛮多的，抱歉。我还没有哭，我只是眼睛亮晶晶，这是意外。今天还蛮多意外的。向往的生活开播啦，那等有空了去看吧。没有 CBT 不是正常的嘛，我不是老是 CBT 嘛。谢谢那你给莫雅的五个应援棒，眼睛里充满亮晶晶。是要慢慢加油，都上三次公演了还能跳成这个样子，我自己都无语的，下来有被自己无语的。对，有鼻炎 CBT 正常，然后眼睛亮晶晶不是眼泪哟。对，就是怕让大家觉得我那么那个，鼻炎不严重，就是今天稍微有一点，就是怕大家觉得我你活了几十年走路都在摔倒。所以说我已经好了呀，我的情绪已经过去啦。MC 三，对，我在后面顺冬日，然后前辈说到这个，我在后面那个幕不是有个镜子嘛，然后我在那边顺冬日，前辈突然把那个门打开，然后我整个人吓一跳，我以为拍到了呢，应该没拍到。向往的生活不是你向往的生活，不过真的好多人喜欢看。哇，谢谢时间的灰烬的用爱发电，谢谢，快帮我截图，快。截图了吗？截了吗？谢
谢谢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的15个应援棒，谢谢。我看到了，大家发在超话里的，说我没有，说我用来发电的时候把脸挡住，这次我没挡住。谢谢龙腾星河的玫瑰花，谢谢。然后今天其实出街很快乐，看见到大家很快乐，很快乐。就反正希望大家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嗨，你来报道了，我下一次一定会比这次好。就感觉跳的还不如首演，所以我今天情绪有一点不太好。谢谢你的灵皇无限猖狂的10个应援棒，谢谢。好，晚点看超话。其实我情绪已经好了。就我蝶语下来的时候，之前蝶语是小曲前辈教的嘛，他教我教到了那天教到11点，然后下来的时候小曲前辈跟我说，这次没有跳错，那我就感觉还是很快乐。对，我也觉得今天这个发型还不错，今天是让姐姐随便弄的头。就这两天练的比较晚吧。但是练晚了，上台还是没有表现好，所以人就很不开心，是因为练好了，然后上台没表现好。谢谢，原来是小顾的10个应援棒呀！你也怕狗吗？小鱼也怕狗，每次都要躲在我的后面。今天很像公主，今天姐姐不给我弄头。对，太紧张了，今天 MC 的时候也很紧张。那个 MC 四的说，谢谢小小生的5个圈圈的奶茶。那个 MC 四的时候，哇，太紧张了，就是那个歌那里，然后还有带 MC 二我还没补，我刚刚看了前面的歌和 MC 一。对，小鱼怕狗怕猫，明天要上班，晚安呀，好梦哟。我的眼睛红了，肯定因为戴隐形眼镜戴的吧，隐形眼镜戴太久。就红了，MC 二我好淡定，可能因为跟 MC 二大家就稍微熟一点，所以就比较那个。今天水汪汪的，可能是因为戴的美瞳戴久了吧，因为眼睛亮亮，有你们呀，眼睛里面有你们。看着很像哭，我没有，没有哭，我就站在旁边好安静啊。那个 MC 四是吗？就是 MC 四的时候，可能那些歌，就像那个关不掉，我以前有听，但是想不起来。然后我学了回鱿鱼的副歌，结果今天放了回鱿鱼的前奏，然后我就，那个话题我就猜对一首触电，还是底下他们说到乌拉拉拉拉拉，然后我才想起来是触电的。对，我 MC 一后面。就后面前辈讲的时候，我还在那边顺蝶语。我只拔了回鱿鱼的副歌，结果人家放了前奏。你连是谁的那一版你都知道，看来，你经常看吗？你现场看的话可能没那么那个，因为我现场确实。很多失误的地方没有切到，所以屏幕超微嘛，应该没有发现吧？关不掉，我知道，3万块嘛。因为是之前 S 队的 unit 嘛，我知道3万块，谢谢一个老好人的应援棒，谢谢。对，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？我忘记。我想想，谢谢谢谢和您的玫瑰花，我应该跳不出3万块，万一我成长了呢？这是感冒了，有一点鼻炎，没有哭。3万块一开口就是老鞠，3万块我确实略有耳闻。好，晚安。第一次蝶语感觉如何？第一次蝶语。
接语有些词没对上，然后呢镜头也没抓到，但蝶语没跳错。我得跳出几万块，我跳300块，怎么幼儿园的那个吗？谢谢傻子的巧克力。我是幼儿园的那个开幕吗？300块啊，我就值300块，30块，你更过分，3块。算了，我倒贴好吧，我给大家倒贴，我倒贴跳给大家看。谢谢木子妹的20个应援棒，谢谢。300块都不至于，3块钱封顶，贴我多少？你说，一人3.5毛，3.5毛会不会太多了？3分吧。支付宝账号私信我，说不定我倒贴都没人看。这你听听，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吗？他吃不好之后给大家转3毛，然后倒贴大家，倒贴大家看关不掉。加一大胆飞，罚款自己背。嗯，应该不会，我应该跳不出前辈的感觉。我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我忘记了。想一想，我有什么要说的呀？我不记得了，我等一下想起来了再跟大家说，我忘记要跟大家说的话题。你刚刚不还说万一你成长了？这不是看大家的评价不是很好，大家都没有什么欲望想要看我的3万块，那算了。跳出自己的感觉就行了。幼儿园舞蹈，幼儿园开幕关不掉，那有点吓人了。嗯，是那个穿玩偶衣服的那个吗？我艾特他就是说，想跳的，然后他好像没有回应我。我每次艾特他抖音，他都不看我的。张安然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不看我。我这两天有空给大家录一个，我考核的时候跳过的舞吧，录个片段发在抖音上，是不是？好多同学叫佳怡，今天前两天有翻牌小朋友跟我说，他说他也叫佳怡，身边有人叫佳怡。我之前高中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名字都就是同名同姓，比我小一届。以后要注意镜头，确实要注意镜头。那个蝶语的时候，哎，那个镜头，哎，你们不觉得蝶语的那个？今天张冉大号看我直播还疯狂给我打 call， 今天晚上被小杨吓的。同名同姓叫林倩倩，应该是林初补吧？solo 不是我考核的时候跳，我考核的时候跳的是一首比较甜的中文歌，下次也跳，下次 unit 就不是我了。所以我更难过的一点就是，我只有这一次，可能近段时间只有这一次有你次的机会，但是我自己没把握好。下一次是小鱼，再下一次是吴老师，因为我们是猜拳的，林树补估摸就我一个，是吧？感觉这个名字确实很难有人能取得出来，初补，都不知道我奶奶怎么想。初补用温州话叫。侧补，对，就是冬日那里，前辈先拉了我一下，然后我还没感觉出来，然后我接着走，骑行前辈这样，然后我然后我就转回来了。对，就是很多人他们第二段主歌的地方，我唱完分词的时候，如清风徐徐那边偶尔叫我补丁。如果我的名字是林初补，那么我的粉丝们就叫补丁。可惜呀，我是林佳怡。等等去看看，太社死了，那个是，唉，太尴尬了。就是我唱完分词的时候，是吧？加多宝比补丁要好听。
大家今天要不要早一点睡觉？我要不要播一播就下？明天都有事情吗？谢谢一草一叶的一元棒，谢谢。谢谢小白菜的秋天的奶茶。明天考试。都行啊，看我。那我们十二点半，十二点四十五吧，一个小时。谢谢到手原来的秋天的奶茶。我倒还好。踢比赛，踢球比赛。明天一整天都在补习，好辛苦。我今天还好，不辛苦。我就一点点。明天打麻将，你最快乐嘞，你打麻将。谢谢婷同学的五个玫瑰花，谢谢该上学了秋天的奶茶。为什么怡宝输给了加多宝？是这样的，因为说张怡前辈叫怡宝，所以就改成了加多宝，不能撞着前辈嘛。睡过头了，没事儿，刚开始16分钟。你已经在打麻将了。今天我在这里祝你赢。上次祝完你赢之后，不知道你怎么样。今天祝你赢，多赢点。有明天专八的小伙伴吗？专八是什么？专升本八级吗？加点瑜伽位。英语啊，专业八级是不是？哦，我以为专升本八级，专升本还有八级。明天普通话考试，那你要加油呀，千万不要像我一样老是嘴瓢。普通话，乐乐生日，乐乐是乐乐。普通话我本来想报名的，但是哦，韩家乐前辈就是，韩家乐前辈，我还没有跟韩家乐前辈见到过，还没见过面。今天很漂亮，因为今天发型老师做的发型很好看，不是我自己选的发型，是他帮我做的。刚刚有个人的 ID 是你的灵皇无限猖狂。嗨，萌妹，我不是萌妹，我是高冷。底子不好吧？我看今天黑眼圈很严重吗？今天没有遮好吗？今天有粉丝跟我说，你是不是累着了？黑眼圈好重。你对自己的形象有什么误解？可以填一下萌新吗？填一下。有一点是吧？我也觉得今天有一点。黑眼圈都是粉色的，再大一点就是病娇妆。对啊，病娇的人设是病娇的是什么样子？就是要黑眼圈很重吗？可以填一下，萌一下甜心吗？要黑眼圈很重才是病娇吗？富江那样不是厌世吗？他那个叫，去把张冉揍一顿，不行，他在睡觉。就是现实中病娇蛮可怕的，网上的病娇很讨喜。我知道，我有搜过，我有看。万一哪天我出演了一下病娇，大家会怎么样？会，哇哦，会吗？拉起来攀床是不是？对，我今天那个4点的闹钟，我就把它拉起来。我说我床这边睡着不舒服，我要搬床。我就跟张冉说，我要搬床。我今天定个4点半的闹钟。昨晚搬床真的笑死。他睡觉，我现在直播嘛，他戴着耳塞睡。我就定个4点半的闹钟，就把他叫起来。我把你的床搬回去，离我远一点。他现在床离我近了一点，我说我不想跟你离这么近，离我远一些。昨天是这样的，就洗洗，就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张冉突然坐起来说：“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”我说：“我什么都没闻到。”他说：“他上面床上有个排风口，
排风口那边就会有传来食物，什么面啊、酱油的味道。然后他说不行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现在床、被子、枕头、衣服都是那个味道，我现在要搬床。然后我就很懵，我说搬床？然后他说对，我要把桌子搬过去，把床搬过来，你起来帮我。然后，所以有可能会有病娇这个设定吗？说不定有，万一呢？万一哪天我进修一下试试看，床重吗？不重，我们的床板很轻的，床板很轻，然后席梦思什么一推，两个人一起还好。你们两个那会儿就不能换装床先睡吗？我也不乐意睡他那床，他可能也不乐意睡我这床吧。张冉冉有点轻微的洁癖，他的洁癖呢是针对于别人，就是别人不可以这么做，但是他自己没关系。我们俩把床拼到一起，不行，之前说了拼一起，我们冉冉姐说不行，她不喜欢跟人家睡得那么近，所以就没有拼一起，两个人中间放了个床头柜，要保持距离。我们生活环境真艰苦，我们生活环境确实蛮艰苦的，艰苦的生活环境才能成就我们美好的未来。那他是不是天天要洗澡？小偶像都天天洗澡的啊，我们都是天天洗澡的。上次寝室里想搬床，搬了半天搞不动，后来发现是钉墙上。哇，钉墙上的床很好，我大学和高中的床都没有钉在墙上，就是爬上去的时候稍微用力一点就容易往下掉，就容易往下掉。张冉是个小作精，他确实有一点。天天洗澡是天天洗，天天洗头就不一定，确实，一点点，超小声，万一他听到我在说他坏话怎么办？我刚刚说什么？我不记得了，我刚刚说什么了吗？我刚刚什么都没说。对，那种没有钉上的床就很容易跑，就是一拉的时候很没有安全感。谢谢西姆 F 酱的巧克力。张冉会开小号看我，他现在不会，他现在，对啊，他不是说我直播的时候给我刷礼物道歉的吗？结果人已经睡着了，无语。天天洗头伤头发没必要，是，他们理发师说不能天天洗，但是染了黑头发的话，天天洗颜色会掉得快一些。给我声音调大减 cut，那不完蛋了？对内不和，室友欺凌。让他直接支付宝转账，这样没有中间商。我今天听到天草前辈粉丝都哭了，我真的要笑死了。说他那个让那个支付宝赚差，让那个中间商赚差价，刷了一个皇冠，笑死我真的很好笑，今天那个。然后今天也被战区的大家惊喜到，三个头叠在一起，大家可能没看见吧，我站在那。你今天也刷到了是吗？他应该直接转账的，这丝巴还赚了点钱。战区大家都是太热情了，大家。我站在那边，就是 MC 讲完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有人在看着我，然后我抬头一看，他们三个脑袋合在一起。太可爱了，当时想知道前辈在想什么，前辈在想什么？我学个读心术，我帮你看看啊。重叠的感觉确实就是前面一个脑袋，后面一个脑袋，后面再一个脑袋，然后大家都搭在肩上，然后我就太可爱了，他们，你们是没看到那种感觉，我要是画画好，我就给你们画下来。没什么能给你们比划的，就是一二三这样子，然后这样搭在肩上，呵呵呵这样子，他们太可爱了，确实，我前面有这种图片吗？他们，哎，现在想想都很好笑，他们真的太可爱了。哦，对，今天哦，我想到跟大家说什么，就是。
感觉我现在好活泼，哇！我在台上太紧张了，因为开始前很怕跳错，然后上台了之后呢，就真的跳错了。一首歌跳错之后呢，后面的歌就会更紧张，然后两首跳错呢，我就更紧张了。你知道吧？然后整个人在后面就是本来情绪很高涨，演着演着自己情绪就掉下来。对，先给大家说那个事情，就是我今天去做发型，那个姐姐是给我当时拍深写。不是神仙，拍出道那个公式照的那个姐姐，她看到我之后说啊，今天不是要双马尾了吗？就大家看到我公式照的时候，是这样子的头，但其实我拍了两次，第一次的时候呢，我的头是这样的，第一次我扎了一个这样的头，就是这样子的头，那个姐姐帮我扎，扎完之后，摄影师哥哥说，就我一套已经拍完了，我是第二个拍，拍完之后他们说。你这个头发不行，就很吓人，真的是奥特之母，头发而且显得很少很少，我有那个照片，我等一下看看能不能发出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奥特之母那个，然后那个姐姐看到我，她说啊，你今天不知道奥特之母，今天不知道双马尾了吗？然后我说哇，你还记得我？她说你我怎么能不记得呢？刘海对刘海剪过了，我自己剪的，这里看到没有这一块？是上次那个理发师给我剪坏掉，然后那个今天做发型的姐姐跟我说，哇，你的刘海也长出来了。我说对，她说你还有去找那个理发师算账吗？我说我没去，现在公式照也不行，没有不是，我那个公式照你可别说了，我那公式照跟奶奶似的拍的，那个慈祥的笑容跟奶奶似的，他们看到我公式照之后，哇，你为什么拍的这么慈祥？可能慢慢摸索了一下，摸索了一下刘海啊、头发呀、啊，还有妆，慈祥系偶像，太慈祥了！你们看我那个，不觉得慈祥吗？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选那一张照片，来个中分，近阶段应该不行，晚一点吧，可以加入欧德斯吧。谢谢我最喜欢叶舒淇的十个应援棒，谢谢。哦，我的四八，年纪也差不多，表面有点磁性。我发现了我自己的镜头就是经常翻，就是有白眼给大家，这样走路的时候一点儿不活泼，坏笑。很坏笑的表情，坏笑要弯起嘴巴，我发现我第一天首演的时候，那个笑容就是歪的嘴。我最想我们队复刻哪一套公演？我最想，其实我没看过几套公演，抱歉。但是我那天有投票，就是我没有发言，群里的前辈们在投票，这应该不能告诉大家。直播就很可爱，公演显得僵硬。后面有点紧张，且紧张了很久，从没有开始前就紧张，紧张到了结束。为什么人这么没用啊？都上了3次公演了，还这么紧张？晚安。就紧张，其实就是焦虑，就是焦虑多一些吧，就很怕做错，就是。谢谢小月1、2、3、4、6个应援棒。你上3天，你上3天学能毕业啊？啥意思？就是你自己在练习室练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，然后上台前呢，你就会问啊，我好怕，好紧张，万一怎么，然后结果上台第一首歌开始跳错，你整个人就开始慌起来，慌到第二首、第三首，然后就一直在慌，一直在慌，
所以说水水前辈推门进来的时候就看见了我，因为我在后面顺冬日。谢谢小狐狸的乳粉的99元吧，谢谢。我在后面顺冬日，然后那边正好有镜子嘛，我在那边顺，然后水水前辈突然开门进来，我就，然后我就往后退，很怕被大家发现。没想到水水前辈去了前面，竟然说了，真的两个人都吓了一跳。那个镜子后面是有个帘子的，然后我在帘子里对着镜子在那跳，结果水水前辈推门进来，看不出来吧？我感觉我都出道了半个月了，才上了3次公演，居然只上了3次，都出道半个月，我居然才上了3次，感觉跟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呢。谢谢 SWAGCYM 的5个秋天的奶茶，谢谢。他刚模仿完自己跑去那里，被你吓了一跳。他自己他也被我吓一跳，然后我也被他吓一跳。他马上就出去了。他是不是在外面模仿那个欢迎，就是那个公演的那个之前公演的那个呀？我在后面有听见。上学都要读12年才能高中毕业，我才上了3次，而且就是最生气的就是新目的地，我明明3次都有跳完，然后一次跳的还不如前2次，我就气，我就很生气，就明明每上了3次公演，跳了3次新目的地了，还是跳错，我就很生气。对，就是觉得自己很不争气，然后很多人会过来跟我说啊，今天因为你我要看插队的公演，然后就觉得也不能，然后又有练，然后上台又不能让大家失望，然后就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很紧张，紧张了，结果又跳错了，就觉得。就怎么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呢？就是这样子。确实，中间隔了一个礼拜，没有哭，没有。我哪里哭了？我只是眼睛亮晶晶而已，我没有哭。没有啊。还有点鼻涕。对，是这个光的问题。它，你看我的眼睛里有那个光的样子。这位纳尼小粉丝哭了，给他地址。被截表情包的真的不能怪你。我就发现每次好看的图都不截，就我很安静待着的时候，大家都不截。我每次一做怪表情，你们就要截图。下次比这次进步。对啊，前辈们对我们都很好，所以大家喜欢看怪表情。你有截过不敢发，哼，要知道就会被我暗杀。你们要是知道截很难看的图，你们就会被我暗杀。晚安，晚安，早点，是要睡了，太晚了。不是爱上，是暗杀，暗杀。对，前辈们对我们都很关照，前辈们对我们都很好，就很感动。发呀，一起发，那到时候搜索出来林佳怡，全是些乱七八糟的图，发出去必死的程度啊！我做过这么吓人的表情吗？我做过这么吓人的表情吗？我少女偶像哎，我可不是演鬼片的。明天周六，周六大家，刚刚看到有人要补习，我们明天要排练的。表情越怪，大家越爱，就是大家爱我的方式吗？大家就喜欢我做怪表情、怪动作、说怪话吗？
明天补眠是要好好睡觉。你截的图，你们是哦网上发的是吧？我以为你们私底下看见的那种。你们俩背着我秘密进行了什么事情，没有告诉我。越怪越爱，从来不截图，都是拿图。你就是那种伸手党，伸手拿图。我今天也保存了很多我的反图，也没有很多，4张，我看到的我又保存下了。等会就是我的表情包。你们俩熟悉的程度比跟我熟多了，我在想什么？是我不配了呗？对不起，打扰你俩，是我不配了，你俩插出去，把你们俩一起插出去。直播多了就知道怎么规避死角。就，那如果一直一样的表情，一样的角度，大家是不是也会看腻掉？你们俩在线毕业了吗？你不认识他？不是崩图吗？没有啊，我崩图我都选择不见。我朋友在那个群里面，他说拿了一张我那个打麦的那个图，他又发给我。直接电台，确实，电台360度无死角。我没有磕，我可没乱搞。是啊，赶紧给大家说说，你们俩怎么回事？没在一起过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这个想法，但是还没有实施。饿了吗？没有，没饿。今天倒还好，因为今天去剧场的时候，5点多吃了一碗番茄鸡蛋面。剧场的番茄鸡蛋面还蛮好吃，鸡蛋还蛮多的，比在外面买的要多。这是邪教，窗帘布和洗漱。大家一起想个 CP 名吧，给他们俩。洗窗帘，洗窗帘，不错，就这个吧。洗窗帘蛮好，就这个吧。原来是这样的，原来磕粉丝的 CP 是这样的，我今天体会到了这种感觉。你们朋友也磕，怎么我也磕？那我还磕晚了，你俩不早点跟我说，那我还磕晚了，你们朋友都在磕，那不要骂人，不要打脏字。不来塞的，这个是不被允许的。大家都有见证，你们俩。我要是不小心读出来了，就是你的问题。太幸福了，此刻让我们祝愿这对新人。好了好了，不开你们玩笑。你们讲话都如此的同步，怎么回事呀？MC34是老师安排的，今天 MC2也是老师安排的，然后 MC4确实人有点像个背景板站在那儿。MC2效果好吗？大家有看吗？我还没播。我不知道 MCR 是啥呀，但 MCR 看完感觉怎么样？MCR 效果还可以是吧？就是 MC4，确实是我的问题。
一个零四，一个零六，真的这么小？对，确实，你们俩还考试呢，我记得你俩班排跟我说过，MC 四很难发挥的好，因为确实 MC 四有一些歌你听过，但是你确实不知道是什么名字，然后也插不上，而且我也只猜对了一首《触电》。触电是还是底下粉丝在那边呜啦啦啦啦啦的时候才知道。现在未成年懂得可比我们多多了。对，今天周五。触电呜啦啦啦。昨天周四叶总找我们开会，他说15期要参加总选，林书航的歌比我还小，林书航林初航吧，是初中的中，对，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要参加总选吧，我说我们不知道，我们都说不知道要参加总选，他说你们要参加总选啊，就你们现在这个样子，你们怎么参加呢？你们知道你们要喊什么目标吗？你们知道怎么录证件吗？你们知道你们想要什么吗？什么吗？你们现在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做，你们以为出道了就没事了吗？然后昨天有被训，你们以为出道了就可以不用练习不用努力了吗？天天找我要口袋四八，找我要口袋四八，你们要练舞的呀。那叶总有点凶，你知道怎么做了吗？我现在听的歌确实都是就是公演的歌。好，你不舒服先早点休息吧，我大概45分的时候下，45就下啦。模仿的很像，可能叶总有一点上海的口音，然后我也有一些上海的口音。马老师，我还没见到。对，还有就是每次排练，这两天不是在学新歌嘛，学周年的歌。哇，前辈们学舞太快，真的太快了。就老师唰唰唰，教完之后，前辈们唰唰唰就会。我在那后面，就感受到差距。叶总应该本来就是上海人吧？我看看。上海，我讲的蛮好的。我前面们记动作太快，真的太快，就是你们没有办法想象，就是前面一个人跳完之后，后面马上就能复制出来。哪个前辈多的？哪个前辈特别厉害？就是老师，就是我们要根据站位走什么的，老师教完之后，前辈们夸夸都会。真的，前辈们太厉害，果然。经验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前辈们真的太厉害了，当时就会觉得确实是有差距的。所以说昨天晚上我和小鱼吃完水果，两个人又冲去练舞，练完舞之后就回来，结果今天还是做错，这就是我今天很丧的点。但是练完之后还是做错了。以后我也会是一个小后辈迷恋对象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听说小后辈们快要进来了嘛，终于，我不是最小的后辈，就是辈分最小的了。需要录下来嘴下脸，我们每次都有录，然后看哪里不行。确实用不了多久，我就是前辈了。大概一个礼拜吧，一两个礼拜我就要当前辈。要变成小前辈，真的啊，那谢谢你呀。他做完表情包回来了，那可能说不定你要是做的很一塌糊涂，你就是最后一次出现在我直播间了。你又要重生了，你就很会重嘛。
听说16期他们要来了。以前我们进来的时候，反正见到人都要喊前辈，谁要出坑啊？谁要出坑？谁允许的？出坑给我先写500次检查过来，不许出坑。你们以为出坑嘎方便了吗？小后辈，好想叫我出。句句的一生是短暂的，句句短暂的一生遇见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小偶像。嘎方便，有没有点口音？我还蛮喜欢说嘎的，因为感觉嘎会比很狠的程度要，就比如说很好吃，然后我就会说嘎嘎好吃，然后我说很快乐，我就会说嘎嘎快乐。谁敢出坑？出坑给我写500次检查。进团不到一个月，哪里？我进团都4个月啦，我只是出道不到一个月，我11月份就进团，在中心训练了很久，中间还有加上过年，4个月了，可以水着。水着是夏天，每年夏天公司都会去搞的东西吗？你写的出来，但是你懒得写，说明你有这个想法，只是你还没有实施，是不是？凶狠，把凶狠打在公屏上。就确实还蛮幸运的吧。自己拍吗？他们刚刚都说我那个我跳关不掉，就3块钱，我拍水着能看到。我能看到，大家的心里都装着很多女人吧？句句短暂的一生遇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小偶像，喜欢拍写真这我还蛮喜欢的，就像大家看到的口袋背景和口袋头像，就是我过年的时候拍的一套写真。你们包场我跳一晚上，3块钱，他们说了呢，倒贴都没人看的呢。无语啊！我还蛮喜欢拍写真，但是我拍写真表情也很僵硬。我第一次拍写真的时候，这个老好人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怪话？看不懂，看不懂，在说怪话，插出去。插出去，乱说话啊！你说到这个，我这个应该尺度能说吧？就是今天不是换蝶语的衣服，我那个3号位的那件衣服是个鸡心领，然后而且我脖子又很长，它又是个鸡心领，就会显得我更。就是整个脖子更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我先是看到了吴老师，我跟吴老师说，我说吴老师这个衣服要不要弄一下？吴老师说你可以找阿姨帮你别一下，然后就去找阿姨别。找阿姨别的时候，就是她的领口开的太大，然后呢找阿姨别。找阿姨别的时候，齐心前辈正好在换衣服，齐心前辈说，小朋友要什么？他叫我多吃点长长。然后我说吃什么长，他说我要是知道我现在还会是这样的吗？然后我这个是能说的吧？能说吗？可以吧？能说吗？说完之后开始害怕，说完之后开始害怕，这个可以说吧？反正那大家听过就算了啊，没了。失忆，巴拉能量，失忆。好了，对，还有10分钟就要下播了，大家早点休息，因为今天回来开的比较晚，马上换话题。
就是我们之间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就我们现在直播间有多少人？大家都不要出去乱说，不要去告状，不要去 KY，不要乱说话，好吗？好吗，宝贝们？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忘了吧？是吗？你不能老是晚睡，你还小，年纪轻轻老是晚睡，容易以后身体出毛病，晓得吧？我好像一个苦口婆心的奶奶。戴 choker 吗？今天就戴了那个黑色的，因为找阿姨要项链，阿姨找不到，就那个蝶语的那个黑色的，是因为太空了，空空荡荡。这个点其实还好，我觉得12点半其实还好。慈祥小巷，我是老妈子，我还蛮喜欢念叨的，大家要听话哟。空空荡荡开心，我是指那个衣服领子加上我的脖子看上去空空荡荡，可不是别的呀。你不要乱想，你不要乱讲话，你已经第二次说怪话，我已经记住你。真的要早一点睡，不然会有黑眼圈的，就像我一样。太怪了，老说怪话，怎么回事？到点了吗？这个点是可以开始夜场了，可以说怪话到点了，已经午夜场了，确实。是坐火箭，你们四轮车已经满足不了你们了，要坐开始坐火箭，坐完火箭直接坐 UFO。明天我是不是经常看大王房？没有哎，大王房我倒不经常看，大王房刷的太快了，就有时候就一句话，如果很感兴趣点进去，那不知道前面到底在说的啥，刷的太快了。一万招引起小偶像注意的秘籍，我还有7分钟就下，没事，要到点，正好1个小时。你在玩游戏，没注意听。表情包能发超话，你可以发出来我看看吧。你这样，你发超话里，然后等我有时间了我去看一眼。倘若在我接受范围内呢，那你下一场直播你说不定还能看见我。倘若在我不能接受范围内呢，可能你就会被我拉黑。哦，我的应援会被放出来了吗？我应援会放出来了吗？7天到了吗？我拉黑，我禁言，我应援会。7天不知道到了没，不知道有没有放出来。放出来了是吗？我今天应该蛮累的，就是洗洗就要睡了，明天还要排练应该放出来了哈，我看他也没来给我留言，我以为还没呢。唉，我应该不是第一个禁言自己应援会的小偶像。再次跟我的应援会沉重的说一声对不起，你根本不敢放，肯定会被拉黑的图。哼，你为什么老是给我那么难看的图？谢谢海上富吻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。啊，我是有一点强迫症，我是有一点强迫症。你一心二用厉害吗？厉害厉害。就一定要到点，到整点。个人保存不怕看了做噩梦吗？谢谢 VAN GOJH 的10个巧克力，谢谢。想看表情包，你可以在我超话里看看，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样子的表情包，我也蛮好奇的。直播挡你屏，所以打游戏一般关掉小偶像。小偶像没有游戏重要，
又要到那个致命问题，小五校重要还是游戏重要？谢谢夕颜的5个应援棒，我也可以自己弄表情包。我有时候自己会做自己的表情包，我有截图，我可以给你们看看，我等一下给你们看看吧。宿舍网断了，是因为到点了吗？我们那边是，我们以前的学校大学12点断网。窗帘不有人格吗？不怎么打游戏，没得选。一心一意小偶像。今天星期五不用断。你们星期五，我的脸在发光，是因为灯打的吗？是因为灯打的吗？我这个灯。这样好还是刚刚好？是不是这样好一些？那我下次就不开那个灯了。口袋重要，我现在已经拿口袋当微信。这个 ID 瞩目，朗个，断网之后才是做作业的最佳时机。你们学校会有让你们强制推手机让你们买吗？我们之前那个学校强制推手机，每个人必须要买，然后。是那个天翼的那个手机，800块，然后必须要买。就可能是，哦，你是高中，抱歉，我是大学，大学的时候进去报到的时候，就一人一张手机卡。天翼的手机说你这个就是我们学校是没有那个 WiFi 的，我们那个叫闪讯，闪讯就是要用那个手机连，然后那个手机号来。接那个手机号来接收短信和什么呀？和联网。如果不买那个手机，之后就用不了电脑，就没有办法连宽带，是吧？我们不仅用手机卡，还要一定要拿个手机给你们。然后我后来退掉了，就是在大二下学期的时候。可能我们学校跟那个电信有什么合作吧？国内是这样子的，有没有内网？学校有内网，但是只有在食堂和教室才有，寝室是连不上的，就是输入学号和密码的那个。我现在是大三，那个你们会做吗？怎么样？诶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大四更轻松，现在大三已经蛮轻松的，所以不用老是往学校跑。我也都会。你都没看懂，我教你，先比个 OK，然后把这个圈放到上面来，然后就变成了这样。然后把它换过来就可以这样子，就像他们那样。会了吗？我没休学啊，因为学校不是很忙，然后也不用太回去跟老师说，然后老师说就是重要的可以过来就好。我学的市场营销啊，要实习的，但是四八这里好像可以签那个实习的单子，就学市场营销的人来当了小偶像。看我嘚瑟，好了。已经44了，我们又要开始，每天必备的环节了。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直播，送我的礼物。我就很怕哪一天这个球没电了，我就没有办法继续施这一项那个。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，也谢谢大家今天安慰我，谢谢大家支持我和鼓励我，我会加油的哟。时间到了，拜拜，晚安，早睡，好梦，一定要早睡哟。了，是下播了。我这一刚要关，你这个连麦就弹过来了。不是，我这边弹幕我看到有人说你吓哭了，我说谁把你吓哭了，吓死我了。没有啊。
没哭吗？没有啊，你看我眼睛。行。我是要下播了，我刚刚做完我这个很神圣的仪式，你就把那个连过来了。那不错，那挂了吧，我去找小曲连个麦。拜拜。拜拜。你去端水吧。你先挂。哼。你先挂。哦，摁错了，摁错了，我找找，怎么挂呀？哦，这个吗？啊，拜拜，你在折磨我，林佳怡。再聊4分钟到50吧。那我们就再聊4分钟到50吧。强迫症确实是强迫症，我刚刚真的已经准备摁那个叉叉了，然后吴老师的那个就被弹出来了。谢谢无尘电商的秋天的奶茶，强迫症患者福音，聊个3块钱的，我们聊2.5块的吧，是吧？我也都说完了，等一下又要再来一遍。你打算1点前睡？你洗完澡了吗？洗完澡了吗？洗完澡了吗？洗完澡的，等一下挂了就直接睡啊！我居然还接了，我怕我不接会出事情。哎呀，小吴老师，等一下直播间说，佳音他不接我连麦，饿了吃吧，我现在有点饿，我等下考虑一下把张冉叫起来，叫他陪我吃点东西。他如果不陪我吃，我就让他搬床。刚准备喝完要睡觉，弹出个正在连麦，表情包我会看的，我等下就去。如果表情包很过分，你都被我拉黑。你当我已经下了，我当时确实是准备要下了，但是发生了一些突发的情况。吃饭不重要，叫张远强。不是叫张然起床重要，是折磨张然然比较重要。必须要好好折磨他，来报我的仇。在最后一秒终止了，我下播，确实真的最后一秒，我都要摁那个叉，摁确定了，然后他开始。不行，我怕我现在叫他，你们会，你们会听到一些不好的东西。别欺负他，明明是他欺负我。他昨天都半夜叫我起来帮他搬床了，怎么是我欺负他呢？委屈。当然，打是不会打我，他可能会嘚嘚我，嘚嘚，就是那种嘚嘚我。明明是他欺负我，你们帮谁呢？生气，嘚嘚，就是，好了，我要去睡觉了嘛，我这不是10:50下播嘛，快乐的时光，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，谢谢大家今天送我的礼物，看我的直播，陪我聊天，给我鼓励，为我加油。49先开始嘛，打咩打咩哟，谢谢大家今天陪我陪到现在，还跟我重开启了我们这个仪式，期待我们下次再见，希望下次我不会再让大家失望。晚安晚安，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，就这样吧，晚安晚安，大家早点睡哦，好梦哦，早点休息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拜拜，拜拜，晚安哟，拜拜拜拜。